秀发的养护呢，也要顺应四季的概念哦。春天为一年之初，基础的洗润打底一定不可以少。依据发质的状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润商品。夏季呢，则着重在头发的防晒，选择含高效抗氧的商品来预防头发的断裂及掉色。秋冬呢，交替需要照顾的是头皮，帮助头皮去角质，除去了夏季因闷热油脂分泌旺盛所堆积的角质。冬天呢，则因为干冷，头发养护之道呢需要勤做修护，选择深层的修护发膜，提供强效的滋润，才是秀发灿动的王道哦。